多的歌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是因为算是很后辈，所以我们能够借这样的一个机缘来到德昌，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研究，因为当歌长跟我说歌要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是给小孩子，因为我这二十年都在学习在教小孩子有关道德的东西，那只是觉得说是越学就越不懂，越学就越觉得原来这个宇宙的浩瀚的学问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以讲不完，那但是有心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学当然这个总是在有生之年能够做到一点觉得说人应该做的一种道德一种尽一种责任，我是觉得这一生是很遗憾的，如果能够用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德行能够感化别人而能够改变其他人的生活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为社会尽了一份责任，所以总之我是觉得很高兴，因为看到大家都有为这个道跟这个德来这么样的用心来策划来讲，所以我们希望说也因为这次歌长真的是给我们很多机会，谢谢歌长，那我们也一起来学习希望在往后我们再谈到这个我们的思想中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更踊跃的表达意见，谢谢各位，谢谢。还有谁愿意发言？给没有，再次谢谢我们的陈老师。OK， 也谢谢大家出席希望大家可以来拍个。